苗直挺挺站立，嫩绿色则充满朝气，每一株都是邱国珍细心呵护的宝贝，像牛一样。我们想吃就采来吃。对，我们家种一片草原，就靠这一片片小草原，邱老板在生技饮食界打出好口碑。想当初放弃银建业回苗栗老家种芽菜，周遭可没人看好。种芽菜怎么有用？一斤才10块钱，怎么那么可怜，对不对？那结果慢慢的研究，哎，出来东西跟别人不一样，慢慢的就市场就打开了。邱老板端出市面罕见的花椰菜芽，一斤就要好几百。无论是见不得光的芽菜，或是需要充足日光的苗菜，这里得天独厚的栽种环境就是仙山的纯净水源。这边的水质很棒，最主要种这个芽菜你要靠水嘛。明德水库的水源保护区清澈见底，让邱国珍栽种出20多种苗菜和数十种芽菜，建立芽菜王国。身体那么长，根就是那么长，这个就是自然栽培。干净水源加上德国进口的有机土壤，需要光合作用的苗菜沐浴日光下，小小园地生机无限。天时冬候，天时冬候，天气很好。天时冬候，天时冬候。